世界不遥远，慈悲爱相连，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那么萨多难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大智塔吽遮利助利尊体娑婆诃。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随喜布施以期，当愿众生所作皆伴具足佛法。回向现世者，布施者，富贵自在，深信因果，不退菩提。回向所有往生者，受苦有情，冤亲债主，同享功德，永离三途，同生净土。戴亚他班长者呀，阿瓦波达那耶梭哈。好，请方丈。那现在发一本施食手册给各位，那我想各位来慈悲自愿，反正大小法会都会施食啊。当然用食物有各种方向，可以拿来供养三宝，可以拿来供养僧伽啊，在家里供养父母，学佛以后那更为供养动物啊，穷人啊。所以我们这一年多来布施慈悲便当，你想60万慈悲便当啊，60万份啊。然后呢，水我们也在布施，大家已经供养布施的来370万，供水功德。然后呢，做药供、烟供，然后呢，来念一下59000场国际烟供、药供啊，那就用各种方法去跟众生结缘啊。当然，特别是恶鬼道了。所谓冤亲债主啊，那就是说我们欠他债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惭愧心、慈悲心，对他布施，他就会原谅啊，因为他会快乐。但是如果我们有冤亲债主，像各位学佛那么久了都还有冤亲债主，那那些没学佛了那不更可怜啊？他们身上一定有更多更多的冤亲债主。只是因为人类他不了解佛法，反正生病就是找医生吃药。但是你学佛了都知道，生病从哪里来的？各位知道，业障、鬼神啊，四大不调。但是人类都是从四大不调，但是呢，如果你不消业障，
然后呢，你不超度冤亲债主，然后看尽一生，然后折磨一辈子到死啊。但是我们学佛了，我们知道，所以各位呢，只要听到有众生受苦啊，我们就要替他忏悔，就像弥勒菩萨很多祖师大德都不断的在忏悔，并不是说弥勒菩萨还有业障，而是代众生忏悔啊，就希望这个世间早一点能够变成一种连人间也变成净土啊！啊，因为弥勒菩萨是发愿在这种啊慈爱的时代、长寿无病、没有互相砍杀的时代来度众生啊，龙华三会，因为在那个时代很好度众生，一次可以办三次法会，就可以度天下来290多亿。众生证的空性，不退菩提，哦，在那种环境啊，所以很多祖师要参加龙华三会。那我们这个五浊是很困难呐，对不对？很困难啊，所以佛陀度众生的时间也短短啊，然后就阿罗汉就度了1000多位阿罗汉而已啊。但是呢，当然也有很多菩萨发菩提心，但是佛陀视现在这种那难行。能行的时代，那我们现在又是末法，那当然业障更重啊。这个业障更重要，是非不明啊。像我这种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所以因为这个叫是非不明，有时候我在机场，有人看我的眼神，阿弥陀佛；有人偷看我的眼神，黑的你个垮啊！我们都要忍住。啊，讲你好也不太对，讲你不好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已经没办法分了，啊，因为这种时代，就像我们这一次，几个月前去加拿大，他们几个被叫去进，问了老半天，骂他们里面出家人啊，贪财啊，啊，意思是说去加拿大去贪财的，啊，所以明明没有啊，你看带那么多东西啊。啊，不知道我们去弘法，但是我们只能静静的啊，每次过关像小偷一样啊，明明要去慈悲，还带钱去布施的，他说我们贪财啊，因为要去布施啊，要去想办法放生也好啊，加拿大的螃蟹啊很便宜啊啊，所以哪一个国家有什么便宜的？最近澳洲的袋鼠要被杀，哇，可怜啊，怎么救袋鼠啊？所以4500万要杀一半了 啊，所以来法会功德回向澳洲袋鼠，早得离苦得乐啊！所以当然我们如果能够改变人类的思想最好，但是如果没办法改变人类的思想，各位要像这样，就是说以前有一个女居士很发心，然后呢，他回到他娘家，知道他们后面呢、啊、那些邻居都是在养鸡养鸭的，然后他也没办法救，那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就去那边念宝髻如来、嗡花西波罗，念地藏菩萨，结果完蛋了，他走过了洒洒水了，没多久那些鸡都通通死掉了，然后他先生就骂他：“你这样你又被抓到。”但是各位，他跟我们讲，我说你随喜你功德。啊，那些鸡自然死亡，不用被杀，对不对？啊，因为他撒的是甘露水，又不是毒药，啊，那当然，这种现象，那就是一种哦，鸡福报来了，佛菩萨加持，就像说你要被杀、被强奸之前，佛菩萨把你的意识已经把你带去极乐世界了，对不对？所以你的身体一点痛苦都没有啊，这要修到有功德的，那因为这个居士有这个大悲心。啊，佛菩萨有加持的力量，那些鸡又脱离痛苦，所以这也是一种修行。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些鸡就活活被杀、被吃，它就会变成嗔恨啊，而且很痛苦，而且让人类造了很大的杀业。所以我想有各种各种的方法，佛教的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愿意，但是你有一个悲心很强烈。啊，你看到那个车祸，快车祸了，快车祸了！你赶快，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不转过去了，啊，那个时候你会怀疑，真的你有那个力量吗？不。
不是你有的，是佛菩萨有那个力量啊！只要你悲心念出佛菩萨的名号，所以当然现在这个世界科技发达，所以我们很容易预测有台风、有地震、有飓风。现在多米尼加刚刚艾玛台风给他吹得乱七八糟，现在又来了一个玛利亚飓风，五级的啊！那这就有两个因缘，就是多米尼加的业障重，所以叫业感，它就会感召进来啊。所以，但是呢，这个玛利亚台风，那就是一种因为人类的业所招感的一种负面的。那所以我们两边都要回向来法会功德，回向多米尼加消除业障，众生超度，回向玛利亚飓风神。同享功德，转恶为善，转大为小，无有伤害。嗡阿吽。当然，各位现在没时间，如果你有时间，你就为他念心经，念三遍，念大悲咒，然后呢，随喜功德，那你会发觉改变了。普门品说，这是大飓风、大罗刹，有一个人念观音菩萨的名号，这些都会化为无形。佛菩萨的力量，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个悲心啊，就像你的手机打开了，再多的讯息都可以接得到，因为你打开了。所以人可以改变世界了。像各位现在吃素，有没有在改变世界啊？一个人吃素就可以节省500万吨的水一年，因为一只牛就要花多少的水，那你吃素了。然后就减低了杀生，所以人都可以影响世界了，任何一个动作都可以的。所以佛教因为知道如此，所以每个人要很精进，而不是说依靠别人。我精进了发菩提心，请问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发菩提心，有没有改变3000大千世界啊？有，3000大千世界被他改变，11500年有佛陀的正法在。在影响这个世间，那影响那么久，就像各位一天的八关斋戒，你来参加，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那你这辈子的思想就会改变，而且你会去影响别人。就像刚刚各位在诵经，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各位，你八关斋戒又有这样子的发心。而且我们有深信因果、持戒、布施、点灯、放生，都在做啊！而且呢，我刚刚在房间，外面念的可大声了，我们湛江也大声，各位也大声，变好了啊！为什么大声？劝进行者，就是希望更多人诵地藏经。像我，地藏经是我的命啊！我是念一遍地藏经就决心出家了，这样啊，就一遍。这是我宿世有这个福报，但是一部地藏经就改变我一辈子了。后来我又看其他的经典，一点都没有违背，我才觉得奇怪，每一部经写的好像有一点内容不一样，结果方向从来没有违背就佛佛道统，所以就更喜欢看经典。特别从地藏经一入就很能够深信因果就很想学地藏王菩萨有能力能够帮妈妈。因为我那时候是我妈生病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地藏经就跪在我妈妈的床边这边念，对我来讲印象深刻那念完以后而发愿以后，然后对我妈妈来讲就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变化。只是那时候后来我回来想一想，我还是不慈悲，念老半天只念给我妈，我妈出院了，其他人没出院因为那时候还不懂得缘起空性，还不懂，没有佛法教育，那时候没亲近出家人嘛。后来才知道说，因为那是没信心。如果说你相信你念地藏经，楼上楼下都会被你影响，那你就会回向了。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强烈，因为那时候只是觉得哇，经文实在是太好了，我也愿意想为我妈妈做那我想，当然了，一步一步来。后来终于懂了菩萨戒的功德。我就真的要去受菩萨戒了所以那个时候还得到真华长老传菩萨戒所以慢慢慢慢的心就会打开了
啊，就像各位现在学佛了，那你就懂了，你想爱众生，哦，那个时候你心量就打开，这就是佛教的真爱，所以找到真爱那种没有痛苦的爱都快乐，啊，所以以前我们可能不懂饭菜拿来就吃，现在我们懂了施食法门，哇，拿这个饭菜就可以供养佛，最后拿一点点，就像每次做武功各位都看，我全部饭菜就拿七颗米饭，念念念念出去就可以下施给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我们用我们的心量。就可以把这个饭菜化为无量无边，一点水化为无量无边，那个水很少，但这个水就加入了我们今天大家所有八关斋戒的所有的功德融入在这里面，啊，就像点一支香就可以十方法界六道有情普施了，那样看嗡阿洪供养三宝护法三神回向六道回向冤亲债主，啊，物无缘结法界嗡阿洪，哦，那你的心就跟法界合为一体，所以我想慢慢慢慢慢，这个就是一种空性，所以呢发菩提心，那各位呢实际上深信因果，而且读诵大乘，你读诵大乘就是讲佛菩萨都在念，啊，如果你心量有多大，那个力量就有大，这个世界有假设有一亿个佛，超过一亿个佛了，但是因为你的大心啊，所谓大道士之心，那一个佛同时开口都在诵地藏经，那一个佛在诵地藏经，那就可以多少众生得到离苦，只要有一个人发这样的心，何况大家能够啊持戒发心来念诵，所以来，那我们就讲一些简单的内容，我只是增加各位的信心，请翻到92页。92页，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里面，布施波罗蜜告诉我们，当然在很多部经里面都有讲到布施食物啊，特别《金光明经》的重点，布施给穷人，然后呢，布施给那些愚痴啊，流水长者子，所以食物的布施啊，分作各个方面。但是各位，现在食物取得很方便，而且做得很美味，啊，那用这些食物来观修、来利益。哎，各位把这个经文从头到尾念一遍，用一种大悲心，而且真的要去实践，深信因果，而且要劝人家一样去做。然后我们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大乘的了解，跟去向大乘，要成佛叫大乘理趣。那你要有这样子的了解，那你就要真实的去实践六波罗蜜，但是六波罗蜜也不是说光布施才叫波罗蜜，今天各位持戒有没有圆满布施波罗蜜？有。今天各位持戒有没有圆满忍辱波罗蜜？有。今天各位持戒那有没有圆满精进波罗蜜？有啊，啊，很认真。有没有圆满禅定波罗蜜？禅定就是控制我们的贪嗔痴，我们专心的参加法会，最后功德呢回向众生，有没有圆满般若波罗蜜无我的奉献啊？所以你参加一个法会，来这里在家里送个地藏经，来这里做个烟供，供一杯灯，供一杯水，你都要圆满六波罗蜜啊。然后呢以后各位养成习惯，穿衣服走路讲话都圆满六波罗蜜，就像你的嘴巴已经念了很多佛号经典，愿我出声音的时候，这个声音就我有所有念经的功德，听到我声音的人得到这种功德，这叫声音的布施波罗蜜。所以我在讲话的时候，我绝对不骂人不批评啊，持戒波罗蜜。我在讲话的时候，我永远不跟人家吵架啊，不骂人忍辱波罗蜜，一心一意的利用你的声音想要利益众生，持戒波罗蜜。所以我安住我的心啊，绝对不起贪嗔痴的来讲话，禅定波罗蜜，希望我讲话能够对对方有了解，让对方了解因果空性，了解菩提心般若波罗蜜。那你要这样去观修，那你有这个动机，所以一开始各位不要太急，如果你这个人个性太急啊，有个缺点，你没时间思维观修，就是我要讲话之前我停一秒钟停一分钟思维好再讲话，这样啊。啊，所以昨天有一个女居士看到我们站讲，哎呦，你讲话很快哦，很直哦，代表你很直，但是就这个时候太快也不小心会得罪人家，
啊，有它的优点跟缺点，那所以要停一下，然后呢，我符合六波罗蜜，然后我才去讲。那各位，这个要训练，这个就是修行啊。修行是你要有所改变，你的思维、讲话、走路、举手投足都有一个很好的动机，不是心机哈。做生意人心机很强啊，喜欢去谈恋爱的，他心机也很强。左边右边能够看到他，奇怪，像魔鬼一样，他要让你看到他，对不对？哇，千百亿化身，他是用心机，但是动机不对啊，动机不对。那我们一切要让别人看到三宝，看到真理，那要用一点心机，那我们叫善巧方便吧。这里面是不为自己的，所以叫有般若智慧，有般若智慧才起方便波罗蜜，那可以。如果只是一种凸显自己的啊，希望得到自己的动机的利益的，那这那个就叫心机了。用心机就是让你越来越心不好啊，越来越痛苦。所以各位，你在做任何事情也不要逢迎巴结，也不要虚伪啊。那你的动机在哪里？要抓得很动机是一种悲心，而不是一种爱染，一种做生意的，或是一种利益冲突的，你才去讲这句话，有这个眼神，那就不好了啊。所以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大法会，我看到一位修行者，哇，在台上微笑啊，哇，对一些人很好。那刚好排，换我坐在他身边，他外国人排，我发觉他不太喜欢我。不会讲话，后来我才知道说，哇，这一位很喜欢女人漂亮的，哦，怪不得奇怪，不太理我，这样，对不对？那就是因为后来报纸有报道他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想说，哦，怪不得啊，他台上讲的这么好听，啊，好像哇很喜欢，那私底下他是有一点就是破戒犯戒的，啊。喜欢那一套，所以就看到我这没兴趣啊，没兴趣啊，那所以他就，所以你也会感受到，哦，原来一个台上台下心口不如一的，哦，大概就是这种样子吧，啊，这也是一个生命的经验，那我只能一直回向给他。各位，你还是要回向，一个人再怎么坏，他的本体还是佛性，只是现在他被烦恼乃至魔障碍住了啊。所以他就认为对的错的搞不清楚，认为错的是对的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如果一种傲慢的魔一起来啊，久了以后他就不拜佛，拜我就好，对不对？这个叫新兴邪教，那很容易分了，拜他就好，上面没有导师了，没有三宝了啊。后来他就组一个宗教了，拜他就好，但是他们都很喜欢用佛的名字，这样他认为这是最高的，甚至他认为说我已经成佛了，哇，这个问题更大了，对不对？啊，因为什么？这个就是一种我的凸显，啊，傲慢，然后就琢磨，琢磨以后，他就是非颠倒，男女不分，啊，就会有一些问题，就会有一些状况。所以在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反省啊！一切都要有空性，没有空性的，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离开了空性。那你还是盲人一样。好，我话很多呢。我每次上台的时候，我不要讲话，因为我喉咙不好，因为我话讲太多，结果上台啊，我还是一直讲，显然我有一点苦口婆心，不见得是悲心，但是希望大家，我也不太喜欢就是讲固定的东西，为什么不相应？像我刚刚讲的话跟各位相不相应，对，这叫有用，对不对？就是你要讲话也要跟对方有帮助的啊，你可以感受到对方有这个问题，所以呢很悲心想要帮助他，但是重点不能够离开佛法啊。所以现在各位的重点来，不离六波罗蜜，不离菩提心。那如何不离菩提心？就是有样样事情不离开六波罗蜜。那什么叫波罗蜜？再念一下，自利利他，说你做这个事情一定可以得到解脱啊，哦！我布施，我可以消除我的吝啬，我还可以跟众生结缘，可以累积资粮。但是你不能只有自利，或是只有利他，那就不叫波罗蜜。自利呢，就是能够让你断。
断烦恼证空性，利他呢就能够让你圆满悲心啊，而且这个善根回向给众生，大家都成佛的菩提心啊。那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自害啊，但是佛菩萨有时候牺牲自己，这也是一种自利，断除对身体的执着啊，断除对我的执着，他利用这种自他交换来达到自利，断除我执，可以就像我们修四身法来做替身多嘛，就故意。那所以希望各位以后不管你在家出家上班生病，连生病都要拿来自利利他，对不对？我这个生病希望能够断除我对身体的执着，然后我这个身体为什么执着？因为有一个我的怕痛啊，所以你要把这个生病不要浪费了，那拿来自利。那生病呢，可以拿来利他，可以断除我执，可以消业障，可以升起出离心，然后呢，利用这个生病来感受到众生的苦啊，而进一步了解自他平等的苦，进一步能够修自他交换的资粮，进一步能够把这个生病转为菩提心的修行。所以在生病的同时，你就达到自利利他，达到六波罗蜜啊，那你才不会活在我要健康不要生病，我要高不要低啊，我要被爱不要被骂，那你有分别就会痛苦，那凡事都变成一种波罗蜜，一种六波罗蜜。所以那你就要一直不离开这种自利利他、断烦恼跟结善缘啊，证空性跟发大悲心，这两个都圆满了就成佛了。那你要各位要一直背个一万次，习惯了我念阿弥陀佛也在自利，断除我的烦恼要有出离心，愿众生都往生净土，所以我念阿弥陀佛要达到自利利他，要发菩提心念佛啊。就像各位在诵地藏经的时候，把自己完全跟地藏王菩萨合为一体，叫地藏三昧，然后愿这个地藏经的功德力跟我的愿力能够帮助那些地狱道、恶鬼道轮回有情，包括在造业的、正在杀生偷盗邪淫的，都能够了解因果，然后也一直升起这个念头而在念啊。所以如果你念得很熟，那一直熟以后，你就可以加上观想，那帮助更大。好，念下来九十二页。大圣离去六波罗蜜多经解录，佛告慈氏菩萨摩诃萨：以十施者，当施五事，云何为五？一者施命，若人无食，难以济命；二者施色，因得食故，颜色和悦；三者施力，以是食故，增益气力；四者施乐，以此食故，身心安乐；五者施辩，若饥饿者，身心怯弱，言说简纳，不能辨了；饮食充足，身心勇锐，得大辩才，智慧无碍。菩萨摩诃萨施饭食时，应作如是回向发愿：我施食时，施此五事；若施命者，愿与一切众生得佛寿命长远无尽。一劫二劫随愿而住。二施色者，愿与一切众生得佛色身如紫金色，照耀世间过百千日。三施力者，愿与一切众生得佛实力，一一劫中皆有84663种那罗严力。四施乐者，愿与一切众生得佛无比涅槃安乐。五施辩者，愿与一切众生得佛世尊四无碍辩。好，这个叫菩提心大乘的经典，这叫六波罗蜜。光布施个食物，那你就要深信这布施食物有五种因果啊。我布施食物，那对方就生命就可以活了，若无食，他没有办法活，所以我布施给他食物，就是在布施生命给他。那我布施生命给他呢，那我也得到了长寿的病。但是站在菩提心呢，又把这个施食施命的功德又回向给众生，当愿众生都得的无量寿啊！你要活多久就活多久，一劫两劫随愿而住。所以要
光一个布施食物，那各位一定要做这些观修啊。你所以你说你一定要像读地藏经一样，把这个光在施食这个读熟读熟，然后你每次光拿一支香、一杯水、一点点食物，丢个包子给路边啊。所以经过比较没人的地方，晚上一定有流浪狗，然后你吃完东西剩下一点点就给它放在树下，然后就有很多流浪狗啊、猫啊、蚂蚁啊，在他们还没来吃之前，那些恶鬼道就很欢喜了啊。那布施一个食物，除了有这些功德，对象都你想的很多了，然后再把这个功德来回向你的父母、七世父母、所有众生。所以佛告慈氏菩萨摩诃萨，为什么要慈？慈就是给众生快乐啊。所以弥勒菩萨是修慈而成佛的，就是要给众生快乐啊，让众生不会造业啊。所以以食施者当施物，所以我们布施食物等于在布施五种事情。第一个施命，你给他吃他就可以活了，若人无食难以济命。第二施色，那他食物吃了气色就好，所以颜色和悦快乐。所以各位吃好吃的快不快乐？快乐，又饱又好吃，所以请人吃饭也有功德呢啊。但是你请人吃饭要回向这个功德，愿所有众生都想得到甘露，颜色和悦。三者施力，以施食故增益气力，食物吃了有力量啊，气色好有力量。所以四者施乐，因为他吃了身心快乐啊，心情也好。五者施辩，那各位你口才不好，你希望口才好唱歌好听，那你更要施了。若饥饿者身心怯弱，言说艰纳，不能辩了，那吃饱了得到什么？饮食充足者身心勇锐，得大辩才，而且脑筋就灵活了，智慧无碍。所以布施食物能够让你口才好，又能够让你智慧无碍。所以菩萨摩诃萨施饭时应作如是回向，就是说你相信了这五条，而且对方也得到这个，哎呀，再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那各位这个以后你最好能够天天念，当你在施食台的时候贴一份念一遍，然后将来你就背下来，你每天会法喜充满啊！点一支香，每天你都要吃饭，乃至你吃饼干也折一块嗡啊哄啊！所以我每次飞机就放在椅子下拿着做结印，我还有一次结印一个管理员，哎，你不要喷水啊，这边是啊，我说我喷地上，我又没喷那边，好好收起来，等他走再喷啊，喷地上我又没有喷铁轨，对不对啊？但是无论如何，当然管理员他有他的安全考虑，我们尊重，但是我们要做的技巧一点啊，要撒几颗米在地上啊。当然有人也会说，那你让扫地的人就很麻烦呢啊。大家要想说，愿扫地的人扫到这个甘露米同享功德，你要马上发愿啊。你要处处像各位停车在地下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就是众生最多了，对不对啊？然后你也在那边布施一点水，水就没关系，完车停了冷气开还是会滴水，墙角布施一些米啊。然后你的声音嗡啊嗡，声口意，像各位今天金弓强强棍，你走到哪里啊嗡啊嗡嗡啊嗡，你要嘟着我你讲就好不嗡啊嗡，你跟我同车嗡啊嗡，这个光要带回家里面去、啊、所以各位今天你受报完这些读经藏经修很多功德，家里的人会不会得到好处？会 啊一个人持戒世界改变，何况你家里、啊、我们就是相信这个我们才会做，但是光给我们家人不够啊，要给所有众生，所以要把食物变成有漏了变成无漏的功德转为所有众生。所以若施命时愿以一切众生，包括你自己也会得到哦，而不是说我这辈子长寿，我们是希望有佛的长寿。什么叫佛的长寿？你活着对众生有利益啊。如果你没有一个佛的力量，你活在这个世间活得越久越浪费啊，越破坏环保，用了多少水啊。所以一个人发菩提心，你活着就有用处嘛。所以跟众生一起愿以一切众生得佛寿命长远无尽，一劫二劫随愿而住，而且佛的第一个叫寿命自在，你要视线多长多短都可以。二施色者，
看看这三尊佛像庄不庄严？哎呀，佛陀的身体啊，佛的色身如紫金色啊，照耀世间过百千日，超过百千万个太阳的光都没法像佛的光，而且佛的光一照，所有三恶道，你讲六道清凉啊，清凉就是他们脱离痛苦，脱离烦恼，佛身上的光。所以我们施色并不是说我们要气色好脸色好啊，但是这是必然得到了，这是现世的福报啊，但是希望最后跟众生一样得的佛的光明。三施力者，不是光有力气，佛的实力啊，所以愿以一切众生得佛实力。就像地藏王菩萨，这个九华山的金地藏是他在九十九岁舍报以后才被认定是地藏王菩萨。为什么？因为他往生了几年，身体都没腐坏，搬他的身体的时候，骨头一动，就是这个意思啊。一节中，像我们是什么骨刺啊，那会有声音。你要骨头太硬了，啪的就被等级啊，骨质疏松啊，啊，世间的反复。但是佛菩萨不一样，一关节中一走路，皆有84663种力量在展现。各位，你走路关节要不要用力？但是佛陀的这种用力不是伤他身体，这个咔咔咔咔，这种力量已经在利益众生。像佛陀一走路就在利益众生，佛陀头发一吹动就在利益众生，佛陀呼吸就在利益众生。所以各位要把生命达到一个，你讲最高被利用价值，最高的啊。我们过几天9月27号到德里，德里要干嘛？去拜佛陀的舍利子，在德里博物馆8份里面的其中一份。现在印度政府还不错，知道佛教徒喜欢拜，开放。啊，摄影机可以拍，对不对？可以在那边拜，以前都不行了，以前都偷拍，对不对？拍，他知道这样也是一种尊重，啊，那很多就把博物馆当道场了，啊，在那边每天这边绕人的佛的1/8的舍利啊，在里面，啊，所以希望各位骨头有力量，好不好啊？啊，走路变成一种力量，你只要手在动，都是有关节在动，都会发光了。都有力量，那轨道就不一样，一动就干嘛？冒火，烧自己也烧隔壁，因为所以一个正面跟负面差那么多。第四，施乐者啊，所以轨道的寿命也是很长啊，170万年，第一道191年也是长寿啊。问题是苦啊，啊，你要去分析你的做人很难得，所以各位不要浪费人的一秒钟去那边追求财产，追求爱情，那是真的是浪费。下地狱191年，做轨道170万年，做一种动物至少500世，你杀了吃了多少，你要做多久？你到天道一上去至少900万年，都很长，就唯有人短短100年80年。而且这里面全世界现在登记佛教徒呢4%，4%到5%啊，那四五个 person 里面，在少数少数修大乘佛教，像各位我们这一堆吃素的人，哇，不得了了，啊，然后呢，又懂得出离心，又各位又念唵嘛呢叭咪吽，学大乘的很多啊，但是不修不随喜密乘的也很多，对不对？那也好可惜，有分别心。那我们觉得我们法门平等，样样都学。那难得懂得难得，所以不要浪费了，赶快出家吧，赶快发菩提心吧，不要浪费了，啊，分分秒秒不要浪费了，精进修行。因为呢，今天这样好了，给你1000万美金，叫你把今天8万斋戒功德舍掉，你要哪一个？啊，你要哪一个？两个都要，8万斋戒要，1000万也要。你要说来1000万来，我功德回向给你，你得到了，啊，你1000万没白花，但是你千万不要有了1000万美金，哦，8万斋戒功德我不要，啊，你老婆说晚上陪我吃饭，给你100万，你蛮好啊，你给我10亿我不行，不能破戒的，啊，这个功德太大了，吃一顿饭算什么，啊，但是因为你了解持戒的功德，就可以中品众生极乐世界。
愿升天得升天，对不对？来世富贵如普达国王，一日一夜就可以创造这么大的功德，各位要不要天天修功德啊？对了，那你所报完斋戒发菩提心，天天施食，施食就可以改变世界啊！所以施乐者，愿以一切众生得无比涅槃安乐。佛没有痛苦，没有心情不好。对佛陀来讲，生老病死是游戏，因为他是安住在空，他是演戏而已，对不对？演戏就像有人我说，师父某某大佛佛，他怎么二十岁就死了，十几岁就死？他们是来演戏的，你不能用世间的看法来看啊。他任务完成了，他就再换一个生命，这样就 OK 了。他不是要再跟人家比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了，他需要活长，他就可以活长啊。所以就像达摩祖师、莲花生大师，他们都是不死的，不死的，他只是换那个跑一个国家换一个名字啊，不死的身体。所以我们不施食物，也要在观想哦，众生得到了佛的无比涅槃安乐。无施变者，愿一切众生得佛世尊事无外变啊。各位你要看名相啊，什么叫事无外变？所以一个施食能不能成佛？可以，而且跟动众生同成佛道，那各位你要觉得哇，好殊胜啊！当然，施食法门是如此，那水啊、香啊、花啊、念佛啊、诵经持咒啊，都可以转成菩提心，跟所有众生。就像各位刚刚诵《地藏经》，你就要观想，所有众生都成就地藏王菩萨的身口意，因为我们正在诵《地藏经》啊，一切众生同享地藏菩萨的身口意的功德，同证地藏王菩萨的功德，地狱道、恶鬼道，所以我们念啊，所有菩萨随喜地藏王菩萨功德，就变成地藏王菩萨汇集在你身上，然后呢，你身上有百千万亿佛菩萨都显现为地藏菩萨的功德，跟你的身口意合在一起，然后你在念的时候，又把这个功德融入到所有地藏经的功德，28种利益、7种利益。都让所有众生同享，那同步一部地藏经，你就可以跟法界众生合为一体，就不离菩提心。要这样去观修，好不好？怕病。如果你这样观修几遍啊，而且真实去实际的去做，那你会发现，哇，你改变，家里改变，世界改变。一个人活的意义就是说，哦呦，你帮我送地藏经回向，我比较不痛了。这就是我妈给我的信心啊！我母亲以前她病多，我就摆三昧水上诵地藏经，还没念完了，她就可以说好了，不痛了啊！所以不可思议。就像各位，你去帮人家助念，他就气色变好。这个人生病，然后你就帮他回向，他就感受到舒服一点啊！你就觉得哎呦，佛法真殊胜啊！世间的学问医学，让他们去努力，但是我们加入佛法，这样啊，来帮助他们。请翻到104页，施食相关经文。那有些各位很熟悉啦，不过我们还是加强加强。第一段来，施食得大力，施衣得妙色，施胜得安乐，施灯得明目，虚管以待宾，是名一切施。以法而回彼，是则是甘露。扎阿含经。所以我们不施食物，那至少得到身体的大力。那我们不施衣服，就像各位不施袈裟，我们施食也要折一些纸的衣服啊，上面有咒语啊，烧给他们，烧就代表一种空性放下的意思，就像我们把水倒给他一样，让对方感受到全部给你了，化为给你，这是万法为心造啊，然后呢，布施衣服，供养袈裟。昨天各位去参加供佛斋僧，今天那天三尊佛多披了一个衣服，好不好看？就庄严了，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我还正在问他哪里做了多少钱，我们这三个也要披一披。我们观音菩萨披一下，太苗条了。啊，那个布很庄严，披一下，对不对？一段时间披一下啊。这叫布施衣服，那你将来外表好漂亮，好好看。特别地藏法门，地藏法门，如果你经常诵地藏经，以后叫女宝第一，相好庄严啊。
反正你站在那边几千人，人家就看你，就是叫女宝第一嘛。啊，因为读地藏经，而且要做女人就女宝第一，要么就是男相具足这样。因为地藏法门的特色，施衣得妙色，所以各位你也要，人家道教还喜怒杀情，那胡搞龙某杀情，人家道教都有人在送，对不对？啊，那各位更要做啦，做哦庄严。所以下回你做来问我们战绩法师，这件可以吗？可以，就把你披上去。写上某某某某居士护持，我觉得大陆居士这个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啊！他们也愿意修功德啊。台湾的母狼母情杀，所以终于供佛在身改变。很多人问我，那个哪里做的？我说我来帮你问，那不是我的意思。我一看，哎，不错，比我想的好啊，所以看起来就庄严了。第三，施乘得安乐，乘就是车子啊，所以各位上师他们要出国，喇嘛要回去签证，大家多帮忙出钱，好不好啊？啊，今天早上他们一大早好几个就又去泰国签证，五个了，签完证以后，有些回印度在办，有些回台湾，他们没办法了，两个月一次，有些六个月一次，要来来去去，那你就布施吧，啊，像我。我坐飞机坐来坐去，有些居士就会交代刘秀凤，海涛法师坐的，给他升等，钱他出，这样啊。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我说升等看状况，不会被骂的升等，你跟我升升；会被骂的升等，你千万不要升。啊，我宁可坐后面，但是这个也叫施乘，就是让别人坐车啊方便，啊，所以各位这一点啊，医院啊。老人院啊，那些车子啊，那人家买车你就帮助他买车子，特别对老人家呢得安乐，甚至那些上师法师老和尚出门啊，我们布施施乘得安乐，施灯得明目，眼睛亮，虚管以待兵，这个虚管以待兵随时准备布施就对了啊，空的位置准备接待，是民一切时要有这个准备啊，时时刻刻都准备去布施，那进一步以法而回彼，进一步呢跟对方谈佛法，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先结人缘、众生缘啊，以后呢才能够结法缘。现在我们救鸟啊、救鱼啊、救动物啊，布施轨道，将来他们脱离三恶道，生生世世他听你说法。但是同样，你布施食物的时候，你也要给他说法。布施食物给蚂蚁，你要给他说法；布施食物给恶鬼道，你要给他说法。诸恶切莫作，众善皆奉行，对不对？诸法因缘念个心经也好，念个往生咒，念个三皈依，然后呢，这样最好。那对人，当然你要跟他讲道理。逝者施甘露，那除了世间的福报，还让他解脱了施甘露。所以这个背一背，那各位透过网络啊，加上图片啊，画成动画啊。从世间人就是希望得大力啊、漂亮啊、安乐啊、眼睛好看啊，一步一步进一步变成佛法的布施。第二段《大般涅槃经》，念一下。尔时，彼鬼即白佛言：“世尊，我及眷属为羊血肉，以致存活。今以戒故，当云何活？”佛即答言：“从今当是声闻弟子，虽有修行佛法之处，悉当令其施如饮食。”《大般涅槃经》梵恨品。因为佛陀的时代，恶罗刹鬼特别多，而且真的会吃人、吃小孩，所以那个时候学佛的皇帝就不自己请人家杀了，因为大家都不杀了，谁要去杀人？所以就只好把这些犯了死刑犯呢，放到恶罗刹处，他们就会把它吃掉，甚至有人到山里面不小心都被恶罗刹吃掉了。所以这些恶罗刹佛陀就是示现去度他们，感动他们。因为佛陀有大神通，就示现给这恶罗刹说：“你们正在吃的血肉，过去都做过你的父母。”哇，那些恶罗刹一看到以后啊，个个跪下来哭，很惭愧啊！我们不敢再吃了，原来吃到的都是我们的父母，自己的父母。然后他们就跪下来皈依佛陀，受了不杀生戒，也不吃肉了。那
但是他们就问佛陀说，我们现在被你教化不再吃肉了，那以后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些鬼王就说，世尊，我及眷属唯养血肉以致存活，那今天我守了这个不杀生不吃肉戒，那将来怎么活呢？那佛陀就回答，我今当赐，就是像命令一样，所有声闻就听我。这个声闻有两种，听四圣谛的啊，而出家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大乘的，我们听到佛法了，哎呀，众生苦啊，所以我们也应该去做。特别大乘的，要功德要比声闻呢，声闻是自力都要施食了，何况我们是修大乘，以慈悲为戒律人，我们更要施食。千万不要误会，有人看到这一段，那你们出家人做就好了，我们在家不用做，明明写声闻啊，那是因为没办法，在佛的时代啊，那至少佛陀会这样，但是我们发了菩提心，那更要去做。所以谁有修行佛法之处，就像各位刚刚在诵地藏经，我除了忙了写皈依很多事，我那个烟供香都没断了，对不对？哇，各位边念经我边施食啊，今天要来教我来，边吃边听佛法啊，因为有人正在修行了。所以各位，你养成习惯，以后你要拜佛，你要忏悔，你要打坐诵经，先点个烟供香，好不好啊？我们都会点了、啊，点供佛，外面不管了、啊。错了，点个香供佛，用檀香，点个甘露香布施，好不好啊？佛前供一杯水，外面也窗户打开供一杯水。那你说住在楼上无所谓，有心就好。啊，你可以窗户打开供在外面。那点几滴出去，这样就 OK 了，啊，因为你有心，众生就可以有感应，特别是你的冤亲债主，你的冤亲债主不会说你住十八楼，对不起，我上不去，那我扣零呢？所以有人在写牌，我说师父吉祥地要写嘛，我说能写就写，那不知道呢？不知道他也会跟你啊？难道你换个地址啊就不跟你啊？啊，你百千万劫改个形象，冤亲债主没超度就永远跟到了，弄到你完蛋了，对不对？所以能写就写，不能写，反正他就是跟着你的啊。所以这叫缘嘛。而且他跟着你是在你起心动念的，他就会现前，就像按钮一样。你过去是因为贪心把他杀了，你现在有贪心要吃肉的时候，冤亲债主就来了。所以生病的时候赶快不要吃肉，不起贪心，不施，冤亲债主就离你看离开了，甚至被你超度了。佛教的方法很简单啊。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不分在家出家，特别是我们修菩萨道的，谁有修行佛法之处，悉当令其思如饮食。有听到不？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啊！不要怪我没跟你讲啊！你不做，问题就来了啊！这些冤亲债主就你要个人解脱，你要得功德，你都不欠我债都不还。就像早上讲了，频婆沙罗王要修福报啊，共生啊，问题是累劫的冤亲债主会不会鬼哭神嚎啊，吓坏了啊！然后呢，好在他有佛陀做他的老师，还显现神通，让他信心不退啊！再来《大般涅槃经》，佛言：善男子，以是因缘为诸比丘至如是界，汝等从今常当施彼旷野鬼食，若有住处不能施者，当知是辈非我弟子，即是天魔徒党眷属。所以佛在很多经典告诉我们，修行人不慈悲不去施食，就不是佛的弟子。所以各位，你只要你家里有在拜拜了，有佛像了，都要施食，好不好啊？如果你不是，你不是佛弟子，是天魔徒党天魔眷属，因为自私嘛，啊。所以佛言：善男子，一世因缘制定了，既然呢连恶罗刹鬼本来要吃人了，只要我们给他施食，他就不会去伤害人。所以施食能不能度很多众生啊？让很多人不生病。所以各位，你住在哪一条街、哪个大楼、哪一个社区，那你就要施食，那回向给所有社区他们的冤亲债主，功德大不大？那他们就不会去找他麻烦，就不容易生病啊，因为你已经安顿了这些冤亲债主啊，这些附在人类身上会找他嘛，你去先安定，你又跟他结善缘啊。所以佛陀就制定戒律，制定戒律就是对比丘对菩萨都一样了，制定戒律，汝等从今
常当，要经常做。施比旷野鬼时，特别在晚上乌漆抹黑、比较人少的地方，鬼特别多啊，就像那些流浪狗喜欢在坟墓区一样啊，比较没人，但是还可以找食物。所以若有住处，不能施的。所以佛陀说，如果各位在布施饮食的时候，特别在黑暗处，再在晚上，特别在旷野处，所以各位你开车，车上一定要摆一些米啊，摆一些面包。荒郊野外，车子经过，窗户打开就嗡啊，对不对？不是个面包，不是米，不是水，特别经过隧道，特别经过辛亥隧道、辛亥殡仪馆。你不做，等一下掐到顶去，冒火提醒你啊！因为你懂啊。所以，如果有佛法的住处的，有佛教徒的住处的，乃至出家人的住处的，不去布施的。当知四辈非我弟子，那你就不是佛的弟子，因为你没有按照佛的教戒在做，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做。再来，《悲华经》，菩萨作是思维，我等不应但是喘食，我今当持至于十方，供养诸佛及声闻众，并贫穷者，有诸恶鬼受饥渴苦，其身释然当至其所。而己足之，我等自应修行法喜三昧之时。就算你现在只有一口饭，我肚子饿，因为没办法，就一点点，但是我都不吃。当然我们有很多，我们不吃一口没问题啊，一口饭。但是菩萨就算只剩下七颗米，他都不吃，他一定是众生先呢、啊。所以菩萨做事是，我等不应。但是喘息就一口饭，那我先把这一口饭拿起来念一下：供养三宝，护法善神，所有僧人，你要观想，就像我们点香一样，对不对？如海妙喻清净此云供，供养三根本已轮涅尊，我们就可以慈悲啊，可以消业障，累积资粮，三宝加持，所以供养具备功德助护法，欢喜满足，祈求除障碍，一支香。然后再回向六道，更布施给这些冤亲债主。所以各位呢，拿到一个饭菜，先供养诸佛、出家人，然后贫穷人，贫穷没得吃的一口饭也好啊。乃至又想到了所有的恶鬼道受饥渴苦，其身炽然，晚上乌漆抹黑的，他们刚好身体在燃烧，为什么？肚子饿啊，他只要一动关节就会冒火啊，只要。听到别人在吃，想到喝水，嘴巴就吐火啊，咽口鬼。所以各位，你要朝着他们的方向，你要感觉到哪里比较黑暗，乃是东方之处，乃是狮石台，都可以当自其所而己足之。布施嗡啊吽，观想乃是变一咒嗡上巴拉上巴拉，破曼拉萨拉玛藏巴巴吽巴拉说嗡啊吽嗡啊吽，那观想变成无量无边。那就算你不吃，我等自应修行法喜三昧之时。这个时候你快不快乐？快乐！哎呀，上供诸佛，所有僧人，所有贫穷流浪动物，恶鬼道。那时候你马上法喜三昧。像各位今天晚上只能享受法喜三昧之事，没得吃。像我八关斋戒，肚子就特别饿，很奇怪。因为我不是像我们湛严法师、几位法师，他们天天都过午不食啊，我们是偶尔过午，对不对？那晚上就会特别饿，叽叽我咣咣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反正我就更施食，更了解，喝开水就好了啊。因为其实到了晚上睡着了也不知道啊。但是你一定要感受到这种苦，但是内心快不快乐？法喜三昧。那如果你都不会饿，那这个过午干嘛？没意思啊，就是要会饿。才会知道众生苦，脚就是会酸，才知道禅定的快乐，对不对？就是要有痛苦，才知道空性的快乐。啊，因为你要利用这个世间法来修行。再来，《华严经》，自在优婆夷达善财童子言：“善男子，如是等百万阿僧祇菩萨，悉我同行同愿。”此诸菩萨取我器时，于一念情便游十方，
供养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诸佛及十恶鬼，悉令满足，而我弃时无所损减。所以呢，业报不可思议啊！就像没有福报的阿罗汉，波放下什么东西，永远都空掉，最后就死了。啊，舍利佛只好拿个糖，你嘴巴张开，舌头一单，他就这样死掉了，不然他吃不到，因为他的业。但是另外的业，像甘露比丘，像蜂蜜比丘，他走到哪里，他出生到哪里，任何人的波里面都满满的食物，啊，满满的蜂蜜。为什么？这是他善业的果报。啊，就像希瓦利尊者走到哪里，就是福报无量，啊，所以各位，人的善业可以影响世间，你的恶业也会影响，啊，所以饿死的阿罗汉在佛陀时代太多了，啊，那菩萨就不一样，这位自在优婆夷，自在就是成佛了，只是他示现在家人叫自在优婆夷，五十三参里面呢，告善财童子说，善男子。如是等百千阿僧祇劫菩萨，许我同行同愿。他不是一个的，为什么？同行同愿的菩萨太多了，啊！所以各位，你永远不寂寞的，你是发心在念佛了，整个世界跟你同频道的人、同行同愿都在加持你。所以我们在放生的时候，历代的放生祖师菩萨啊，护持赞叹放生的佛菩萨，都是在加持你的。当你在施食的时候，从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师师菩萨有名言所都在加持你的。那各位要感受到，我们讲因果一直不要提到个人因果，我们的因果观念是影响世界影响众生，好不好啊？所以你一起一个善念，三千大千世界因有这个念头的都相应，所以你一起慈悲心，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慈悲心的佛菩萨都跟他相应，各位要有这个观念哦，啊，所以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那普贤行愿品就这个意思。当你实践了婆罗蜜的时候，所以这种观修是就像现在的电脑一样，层层层层层层啊，然后呢，一个动作出去，那个电波百千万亿。所以自在阿婆夷说，自在阿婆夷说，我当我发一个利他的心的时候，因为他有神通啊，他讲给善财百千阿僧祇劫菩萨。都跟我同行同愿，一起在这样做。所以你发菩提心念佛，你会觉得那个佛号，如果哪一天你修到念佛三昧，你在诵地藏经的时候，奇怪，不是我一个人在念的，不然你听听看，你听了他们都还在念，哇，都是地藏经的声音，百千万如海潮音，各位一定要有这个感应哦，好，一定可以的，你只要很认真，在一刹那你就永不退转了。都在同行同愿，就像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三十六亿同名阿弥陀佛都在念佛，三十六亿呢，你好好算啊！那些受苦众生也会跟你念佛，所以这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呢，这些菩萨，此诸菩萨取我弃时，于一念起遍游十方。所以百千万亿的这些菩萨，当你拿起一杯水米的时候，百千万亿，所以各位你要观想啊，当你在施食啊，或做烟供点个香，你要观想百千万亿的菩萨，还有天女，就像各位你把食物放在那个烟供里面，不是你在投啊，像我们都观想，一拿出去，那个天女就把你接起来，接起来就放到那个烟供里面，那化为甘露，是这样观修的，啊，那所以有无量的天女在帮你供养，就像我们早上做食供养。看的是人在供养，事实上是百千万亿同行同愿典礼，一化为无量无边，叫什么？嗡啊吽。所以我们供养一盘，那等于这天女化为百千万亿盘，供养十方法界一切佛菩萨，一起供养啊。那你要这样观修，所以此菩萨，只要你发菩提心，跟所有的菩提心菩萨都合为一体。都会观修，取我去时一念起，遍游十方，啊！所以各位，你每天吃饭都要供养，好不好啊？那念一次：供养一切佛，供养一切法，供养一切身，供养一切护法，供养父亲、母亲、七世父母、历代祖先、
冤亲债主，所有六道众生，嗡啊吽啊，然后再拿一点点出去布施啊，那你就圆满了，上供下施一切啊，特别是饭菜，有些菩萨说，师父，现在做烟供，我们是高楼大厦，不方便。我说你菜是热来的，热的，味道就是了，那个味道就供养了，对不对？那个味道你一观修，遍一切处都是那个哦，天厨妙味，对不对？在上供下施，重点是你的心态，你要懂得这样做啊。只是呢，那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动作，拿七颗米啊，加一点饭菜，一点汤也好，又拿到外面去，那更慈悲啊。因为有些不一样，三十六部鬼后面有写不一样的因缘，不一样的功德，他没办法吃到，但是你至少拿出去啊，这样你就可以马上一念起，遍游十方，等于你的再念是心念到哪里，功德到哪里。像你如果不相信佛法，你会觉得我在念佛就我在这边念佛。如果你相信佛法，观修地狱道，请问是不是在地狱道念佛？你要念到你的朋友说：“哎，我昨天做梦梦到你在地狱道念佛呢。”我说：“你家哉，对不对？”我在观修地狱道，所以我们快印好了六道轮回图，各位贴一张在家里，不管你在施食念佛，六道通通得到，好不好啊？六道众生通通得到，脱离无常轮回，各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要观修啊，所以我们这样布施一支香，一点点食物，就可以供养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诸佛，还可以下施施诸恶鬼。这个恶鬼里面讲的就包括地狱道、恶鬼道啊，悉令满足，而我气时无所损减，越来越多啊。所以各位呢，你要用什么都可以。最近有人开始在用椰子壳来做，哇，那又香，天生香香了啊。然后又清用核桃壳来做，但是你加入一个大悲心、菩提心，这样来观修利益众生，那更是无量无边。所以各位，佛经好不好啊？两个避开挑啊，哇，太好了，太好了啊！这个世间没有比佛法更殊胜、更有力量了。各位女孩子，大乘的经典有没有比谈恋爱快乐？有没有？哎，反省反省！你就是没有，你还要再爱爱爱，你烦不烦呢？苦不苦呢？你要是读佛经了，你还去谈恋爱？这个谈什么恋爱？那太肤浅了，下流，对不对？多伟大的爱，你不去谈，去找那个男人女人干嘛？过刚生一个囝出来被冲下啊，这样俩给那边的烦恼啊。所以各位呢，没有的有惭愧心，赶快培养他；没有的赶快放下，好不好啊？那世间人好可怜，每天在八卦八卦，这样太可怜了。不懂啊，你不懂佛法，你叫他那个丰富的感情往哪里放啊？没办法，对不对？他就是要八卦，他就要是每天劈腿，不劈腿才奇怪啊！因为这个欲望那么强，这个世间刺激那么重，电视都在刺激我们。我以前看新闻要再看，现在看新闻，连新闻主播都穿短裙，我不能看，对不对？现在时代变了，怎么变这样？搞不好哪一天还边唱边讲边脱衣舞，外国也有啊，啊！这个时代变了，因为为了达目的、收视率，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什么都来了，对不对？这个依法没得管，人家管人家什么啊？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所以我想在这一点呢，各位你要把你的思想由外而内。如果你的思想是在外面，那你太痛苦了，每天被那勾引啊、刺激，你要思想很丰富，所以我们叫观修。这个观修，然后再产生一个实际的行为去布施。太法喜了，太快乐了啊！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好，念一下。尔时，世尊告菩萨言：“善男子，我于处处经中说，世间出世间田，偏说悲田最为第一，是恶鬼甘露味大陀罗尼经，八大福田，慈悲福田，第一福田。”啊，所以各位多帮助可怜的人、可怜的动物、孤魂野鬼、地狱道，啊！所以我现在在印这个
可能今天如果有多印了很多这种，上面加一个大乘常住三宝慈悲超荐，你不用填你了。有些人说我想要回向给人家自杀，杨上不知道写谁，写海涛法师好了。还问我，我说青菜里了，我里面写东西，大家弄下外面啊。因为他想要帮他，但是他不敢写杨上是你啊，不然你要写谁啊？那各位我们就印好了，你放进上面写的大乘三宝，大乘常住三宝慈悲超荐，你填上去啊，那个自杀的，那个被车撞死的，对不对？所以我每天都要看新闻，然后把这些全部抄一遍，我要花一点时间啊，然后就没有写杨上了，然后后面又写个法号，法号你现在如果没有法师在你身边，我现在给三个法号，你很容易起念一下：慈悲、智慧、菩提。看他用哪一个，你就把它填上去就好了。就是这些冤亲债主、这些车祸死亡的、自杀死亡、报纸看得到的、网路，你网路看到一只牛被杀，你要马上把它写，你不写就不是菩萨哦。你不要看到哦，杀得精彩。你马上写那一只被杀的牛，所有被杀的牛，大乘常住三宝慈悲超荐，而且你法号给他，对不对？牌位送去哪里？就是送给湛勇法师就好了，送给湛基法师，送给什么？他给都西哈哦，好博过火走了啊！因为他们天天在做大功德，好不好？那他们拿到法会，我们大法会他们又收钱，师父哇，百威跟他刷。那我们就努力啊，更努力啊，所以然后今天等一下如果有他们先找一人先拿十张出去好不好啊，开始写拎刀附近有一些蒙阿波啊，有些屠宰场啊、市场啊，专门在钓虾的，你报纸看得到，那你就干脆自己印好了好不好，我会叫他印个50,000张让你写不完，再送你一支笔，各位负责写，我们大家就这样来念地藏经说报关斋戒好不好，天天是在办盂兰盆大法会好不好啊？天天要这样观修，所以那天你去参加了以后，你在家里送地藏经要观想，以后你在家里念佛要想，哇，早上有6000个出家人，对不对？个个都在念，个个都在努力，你要这样观修，然后来利益众生，所以慈悲的福田是第一福田，世间跟处世间最圆满的福田。再念一次，悲田第一啊，就是你要保持慈悲心，而且讲到这个田是代表你要去种哦，不是光在心里，你要去种，你要去帮助他啊。所以等一下把那个牌位都拿出来，大家发一发，抢购一空，免费免费，好不好啊？然后我会要求他们印经协会。大箱大箱的送到各个单位好不好啊，那如果你没办法你就跟他打个电话，帮我寄个1000张来，每天都要1000张、哦、你真的是功德很大，要抄牌位修行者的、那你就边抄边念阿弥陀佛，边念大悲咒，旁边又摆一杯水，像我每天都上旁边摆一杯水，摆甘露丸，点一支香，黑心名在底下海盗瓦斯的无影下面呢，因为我写很多牌位，写完以后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念经，所以老实讲，各位看我在讲课，我讲课是真的还假的？我讲的是真的呢，我是真的在做，我真的相信，所以讲起来你都困不起，我跟你讲，那我讲佛经大家困到无半个，代表你没有在做，没力量，了解吗？没力量，因为力量是你真心在做，而且做得很好，哎呀，你就会有力量。希望各位也产生力量好不好啊，以后我要找组长看你去施食有没有带10个人代表你这个人还可以，施食永远孤单你一个人，你实在不好，发菩提心要有同理大众的力量，10个带20个，下回我们办5个出来1人带100个人，不错不错，这个修得不错，对不对？你有力量可以同理大众，你不是那个怪孬住孤僻的女人啊，不然你就没半个人，对不对？没半个人还得了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有这个力量啊！所以各位要多慈悲，继续念第二段。尔时，世尊告菩萨言：“随时阿罗汉必知佛，现受其报，有现有量，但得500劫人天果报，善施恶鬼一传之时，世人福德即是菩提。”
菩提者不可限量，是故福寿不可限量。这段经文各位太熟了啊，能够布施到阿罗汉，布施到辟支佛，功德太大，这一辈子呢就可以得五百劫做富贵人，五百劫升天的福报，所以能够供养修行者，功德很大啊。但是如果有善心慈悲心，布施恶鬼道，一口饭，一个香，一滴水，世人福德就是菩提之粮，因为你是以悲心去做的，无所求的。所以各位布施给鬼道最好，为什么？你无所求啊，比较容易空性。我布施了你摸来切哇，那叫空性啊，因为你不想要求什么，所以比较容易了。那菩提者不可限量，是故福报寿命不可限量。再来念一下，世尊告月爱菩萨言：又复一法，若人遇大重病及诸鬼病等，当作念咒三气，咒之七遍，于旷野中施诸恶鬼，如是二七日，所遇病痛即得除愈。好，各位一定要真实做啊！像我是发愿天天做啊，永不间断的做。那因为不是说光自己生不生病，妈妈生不生病，而是因为希望你走到哪里都可以让对方得到你的功德，要有这个想法啊！你天天做施食，没事就台大医院走走，马街医院走走，长庚医院走走，老人医院走走，也去帮人家助念，嗡啊吽，我这些功德要布施给对方啊！所以因为大家都不愿意生病，所以这个世间生病人太多，重大病苦，所以若有一法，如果人得到最大的重病，乃至查不出来的这鬼神病，念咒三气，我们天天做面饭粥，念七遍辨识咒，故意拿去荒郊野外比较没人了，布施恶鬼。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法师哈，湛立法师要带各位去福德坑，好不好啊？那湛乐法师要带各位去树林菩提讲堂，哦，点万灯供万水，然后大家广修功德，好不好啊？所以各位你经过家里附近哪一个地方是旷野处，多做啊，连续做14天，所遇病痛即得除愈。那你不生病更要做，把这个资粮做好，时时刻刻回向给鬼神，回向给重病患者，慈悲嘛。再来，世尊告月爱菩萨言：若复有重罪恶业累障，难可除断者，每日咒汝咒以施恶鬼，满足七日，一切罪障熄灭无余。哦，如果你感觉到你爸爸可以转业的，这个人病很重，而且这个人造很多恶业，但是他不信佛法，你替他做可不可以？可以互相影响了。如果对方又信佛法有惭愧心，那马上很快就改变了。如果对方没有，那至少能够减低很多业障啊。所以如果人有重罪业恶业累障，好像没办法改变了，用牛奶稀饭就好了，早上一点点稀饭，滴一点牛奶。所以各位现在浓盐牛奶瓶装的，加一点点，念一念，辨识咒放到荒郊野外树下7天，哇，那边的蚂蚁快乐了，众生快乐，一切罪障熄灭无余。所以如果你业障还很重，代表你没有在做啊，所以各位要认真的做。所以我们每次都送给各位甘露香，好不好啊？今天也有药师烟供塔，东和玉跟各位结缘的，那各位经常多买烟供香，老婆上没带几年厨的擦米粉啊，好不好啊？米粉擦擦擦擦啊，那个做那个烟供的机器一部才10000块，就可以缴了很多，跟人家结缘嘛。所以我们最近希望大家多开，念一下慈悲烟供工厂，好不好啊？有没有人要报名啊？赶快助你失业来做啊！你造的是恶业，来造善业，做香、做烟供、做药香，上面要写一个高血压香，哦，那还得了啊！大家都来跟你请啊，但是最好不要买卖送，那别人就会去学，让他们去买卖，好不好啊？我们用悲心，有多少钱就做多少。像这个牌位，各位听我这样讲，你最好赶快去登记。我也要捐1000块，1000块可以印很多张呢。
搞不好1000块就可以印5000张、10000张，那就跟人家结缘了，拜几两拢挂起通瞪你，小偷来跟你抢，哇，赶紧抢到钱了，丢了一叠钞票啊！但是各位写完以后就各中心有法会，就拿去布施。好，我们把这两段念完就好了，就有一些问题赶快回答。世尊告月爱菩萨言：若能正法丈夫之人，日日修行，一日施食，一天下恶鬼皆得食吃，多日施食，十方六趣一切恶鬼尽得饱满。所以各位听佛经这么说，各位发菩提心，天天做好不好？那你就叫正法丈夫，不分男众女众，日日施食啊，一天施食，整个天下一天下恶鬼都可以吃得到，一天何况各位天天施食，那你跟十方六道都结善缘好不好啊？一切恶鬼尽得饱满，就像阿难三天要死了，他按照佛陀的辨识咒给他，恒河沙恶鬼都接受他的布施，所以阿难能够成就这么大的功德啊，能够长寿无病，能够记忆第一，能够把佛经让我们看到，因为这个施食法门成就了阿难的功德啊，那你也可以得到施食的各种功德。最后来，佛告阿难：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常以此密言及是如来名号加持时施恶鬼，便能具足无量福德，则同供养百千俱胝如来功德等无差别，寿命延长，增益色力，善根具足，一切非人夜叉罗刹诸恶鬼神不敢侵害，又能成就无量福德寿命。就把焰口陀罗尼经，有一点我必须说，我们把焰口当作是一种出家人的专业，这是不太好的啊，而且这个专业变成一种金灿啊，收多少钱才要放焰口，这个就是很不好的末法啊。事实上就把这些焰口鬼是我们不分在家出家修慈悲心的人都要做的啊，然后当然仪轨可长可短啊，那最短的就把焰口是什么，就这么简单，佛陀经典写得很清楚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又以念这个辨识咒，大家念一遍来，那么沙瓦达那耶多瓦勒遮帝嗡三本来三本来吽，大家都会背了，然后再念四如来，来，那么多宝如来，那么妙色身如来，那么离部位如来，那么甘露王如来。我知道你们念七佛如来，你们没有听我讲四如来吗？啊，都可以，你念88佛最好了啊。所以你就念辨识咒，包括七佛如来名加持食物一点点啊，布施给恶鬼，你就可以具足无量福德，等于供养百千万亿如来功德。这一点是一般人没办法相信的啊！我每天啪啪啪要拜每一个佛，我说你在家里供养一支香，时时就所有佛你都供养到了功德啊，而且呢你自己也得到，也把这个功德可以分享给众生，寿命延长，增益色力，善根具足，一切非人夜叉罗刹诸恶鬼神不敢伤害你啊，因为他是你的护法，又能成就无量福德寿命。世间人就是要福德寿命，各位你要做到有这个福德寿命来给众生，所以这一本带回家好不好？已经拿好几本了，你都放在家里吗？你要去送给亲戚给别啊，同事朋友，你要鼓吹他了解佛法啊，那各位要有这个责任感，你不要说反正经典都放在我家啊，佛法都拿来暗岗，皈依僧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慎重，你要有这种同理大众的能力啊。所以各位以后啊，你要受菩萨戒，最好说你有影响众生的能力，就像一个歌星，你在厕所唱给自己听，那叫歌星吗？啊，你要像那些大影星、大歌星，一喊千万人都喜欢听。所以我每次听人家在唱西洋歌曲，那个片子我偶尔会看一下。观修那个人就是海涛法师在说法呢，
哇，这几百万人在那边跟着唱跟着跳啊，对对对，这个就是讲法，至少我要观修啊。啊，希望哪一天我们更多我们湛江法师一讲法都来一百万人 QK 啊。啊，对不对，要这样观修。啊，因为你要把他们在听西洋歌曲也转为佛法，了解吗？因为你有佛法可以转一切啊，那些一点点食物一点点水都可以转为甘露，他们的西洋歌曲在唱歌可不可以转为甘露？你讲南无自具如来，哇，一唱歌老光拢你也讲定了啊，因为你知道南无自具如来一念，然后你再给他敲个钟或唱如短像，你锵锵锵，手机变成道场，对不对？他唱得很温柔，那些女生唱，你要转他，你不要说哇这后天啊，那你变迷了啊，我们是把它转化转化。那一天他们给我看一个日本人拍的，各位都有看过，如果你在上网 3D 的邓丽君，对不对？哎，突然 3D 出来像真人一样在唱歌，我原来这个叫空性啊，所以也像 3D 的伽马巴呢。然后把邓丽君就观想成观音菩萨，唱的是大悲咒，大概听他如痴如醉啊。那你这样是改变你的思想，你不要被他迷，凡所有相都是虚幻，我们要把它转为佛法，那你这样的多一个功德嘛。那各位要利用你的手机，而不是迷你的手机啊，不然你就变成欲望的奴隶，你不能。但是你说那干脆把手机通通丢掉，那又叫声闻自利行的，你就没办法接触众生。你要让这些所有众生不管他在做什么都得到转化，这个就是密乘的重点，所以他叫累积资粮很快啊，累积资粮很快，因为他想要赶快成佛，所以各位要懂得转化。但是你不会转化，请你不要看啊，你现在还没有转化的能力，你看了干嘛？所以你要开始一直先练习自己观修，后来你可以转化那个境界，要这样练习。好，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易总引先生，做 COVID-19 预防针是预防针度避免重症同死亡亲友后的风险，提醒所有客户一下开放的注射的顺序，经过医生的评估，就做得积极去注意防沙，增加唔会车尾度。每位 TP 提醒大家，老人家喺公车度 COVID-19 较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也系死亡。为了保护老人家，请客户注射顺序的重查，积极去注意防沙，也建议的系人唔多冲快，也系慢性病情唔稳定嘅人，强定人要卡条货嘅，常去注。注射前一年爱多注意几条，看注射所在也是人有哪唔畅快无。黑讲医生唔食盐，也是两年内无卡得，请家家去本身上看，正面提醒大家注意防晒过后，爱继续撇下防疫措施，则唔会受到病毒的威胁。我想大乘佛教特别七月份孝顺普渡月。各位要以对待自己父母的方法去对待其他的生命，这才叫普渡的意思啊！如果你对待所有的往生者都像对待自己往生的父母一样，那就达到普渡的意义。那你这样做，不但你的父母超度，那众生都得利益啊！如果你只自私的只对待你的父母，很认真，我一直要写牌位，一直超度他，那当然是对。但是要你要以这个心来对待所有生命。你写了一只哦，父母祖先的牌位以后，
可能你要加一个心啊，另外一只牌位，所有轮回父母众生啊，以这样来由孝顺而变成大愿啊，由有对象而变成无对象，无限的，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佛法之旅，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佛法之